前为止还是以光电跟风电最久的成熟，已经比较达到应用端。那这个部分当然提升了一些我们发展光电的条件跟契机。可是就如同很多行业跟产业一样，兴盛了就有一些人会上下其手。那平常大家只是徒步服务说，哎，这个光电水很深啊，水很深啊，那水再深都比不过你的喉咙深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中间有吹哨者啊，要有深喉咙啊，要有人出来爆料啊，甚至有人公开具名的检举，这样子司法机构才办得下去。希望说大家能够协助我们的检调，协助我们的司法机关，能够把这些你说是不法之徒吧，或是别有用心的人，能够找出来，能够让台湾的政治和台湾的产业就像太阳光一样透明。其实我们这个座谈的会谈的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而且台湾台电是一个综合电力啊，必须负责台湾的稳定供电，稳定供电是台电责无旁贷的责任。但在政府绿能转型哦，我们绿能讲就是减煤，然后争气，然后要展绿，回合。事实上哦，我们台电一直在推所谓的透明化，包括我们哪里有馈线，我们都希望透明化啊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办座谈会，希望不能说困难的讲出来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台电公司一直秉持诚信、关怀、服务、成长理念，所以我们希望引进企业诚信的文化。所以我们今年台电公司也跟检联机构建立风险业务沟通的平台，以及采购廉政的平台，都是展现我们台电公司有诚信的这个决心。那为了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，那全球现在正处在能源转型的关键的一个时代，发展绿能产业为目前政府当前的重要施政重点。劳务经常把及绿能的犯罪作为当前施政的重要目标，都透过与行政部门的横向联系，那与经济部、能源局、劳务调查局、廉政署、警政、海巡、台电等机关的一个合作，提升打击绿能产业的犯罪效能，解决绿能产业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的一个问题，让我们的绿能企业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安心的施工，加速提升绿能产业的效能。那我想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往后几十年发展这个绿能产业，我想是政府很重要的政策。那怎么样提供一个安心安全的环境，我想政府确实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。那当然这个在推动各种建设和各种相应的产业的过程，我们也希望主管机关，我们的地方政府能够简政便民，提高你的效率，就是透过这种公私协力的这种精神，我们公部门、私部门一起来做反贪跟防贪的工作。那我想只有这样子大家一起来，才能够优化我们投资环境，提高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。